牛龙，碰了碰了，哇哇，这底下有大蛤蟆，看，这边刚刚退了潮的这个教室区啊，这条蛤蟆感觉好粗，哇塞，这一看就很过瘾的样子，出来出来，哇，怎么样，死掉了，怎么不动了？活的活的，看看看，开始动了，天哪，这条好粗啊，我的妈呀，感觉是不是比我手臂还粗？这只真肥，瘦了啊、哦，咱们那个看看这些石块去。看看这十块钱有没有货？哎嘿，哎呀嘿，哇，这下面没有货，往前找。哇，那边有个石洞，那边的石洞底下也有。那边有一条海鳗。哇，这两条是亲兄弟吗？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！哎呦，这只牛龙，跑了，跑了！哇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这一只反应比那只灵敏啊。我这只没有那只大哦，抓头啊抓尾啊，不敢抓，它身上老是挣扎，快进来进来进来，哇塞，它得水它得水，进来一抓这个东西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，我怕这玩意，因为它会咬人。收了两只大蛤蟆，看这个个头你们满不满意？我们接着翻翻这些石块吧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货啊。这个石块下，我们再翻翻看看。嘿，哇，八爪鱼！哇塞，这大爆头好过瘾的，收了它，两只八爪鱼，一只。哎呀，心里总想着两只，收了。这大石块我们翻翻看啊。哎嘿，哇，这下面有货，一只八爪鱼。哎呀，好重啊！哇，这是两只，天哪！两条这个长腿八爪鱼，我拿出来，哇、哦，两只爆头哎，这太过瘾了，收了它，你们想不想吃？回家放点辣椒啊，一炒，这真的是太过瘾了，配个米饭太下饭了，收了它。这个石块这底下看，好多这个海螺，哇，这个已经卧沙里面去了，这个好漂亮，看到没有？哦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哇，这海螺很好吃。可爱，很漂亮，看看这底下，哦，这里面还有一只，哇，这底下好几只啊，你看，拿出来给他看一看，这又一只，又两只，哇，看看看，这边还有呢，哇塞，那今天这个教室区海螺是真不少，哇，这边又一个，等等，上货了啊，看看这底下有没有了，看清楚，哎呦。就这些，赶紧收了它啊！咱们再往前面找一找。哇、哦，看看看，这边这个石块底下，哇、哦，一只大龙虾！哇、哦，看看看，拿出来了！哎呦，卡在这了，我帮你侧着拿出来。哇，大龙虾还不错啊，可以收了。给它做一只清蒸的，这么一只不算是大的啊，个头偏小的一只，回家直接煮着吃就行。哇、哦，看看看，这边好多螃蟹。在这里三只啊，我还以为这两只在这里互相拥抱呢。看，哎呦嘿，没拿住。哇、哦、哟，这怎么那么多螃蟹在这底下？天哪，这钳子不好用了，我要放弃它，我要用手拿。别夹我，别夹我，我把你们都要收走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把他们推出来。嘿，哇，被这东西夹一下得很疼吧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嗯哼，摁住它。哇，是，收收收。这底下还有一只，耶嘿耶嘿耶嘿，来来来，这样这样这样，大家拿螃蟹的时候要机灵点，可不要被它夹到，一夹到它这玩意儿不松手啊，这东西夹得可疼，收了啊。哦，这边还有两只，这什么情况？这只，哎嘿，怎么倒下去了？这只腿缺着，你看缺着几只腿，这底下还一只呢，耶嘿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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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意思。钳子是真的太不给力了，哎，好了，上这个地方去了，来来来，把它夹出来，来来来，看这一只干得不错，输了输了，这边这底下，我看又拿进去一只，是不是？哇，是一只吗？两只，出来出来，哇，出来出来，坏了坏了，可以别让他们进去，刚是不是两只啊？哇塞，上手吧，出来出来出来。哇，这一只个头还不小呢，
哎，输了！我感觉怎么还有一只？哦，正是，我看到大钳子了。出来！哦呦，这一只太新了，哎呀，夹到我的那个钳子它都不出来。哎呦喂，你快出来还！这只不出来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这只不要了，这个石头太大了，我也搬不起来呀。哦呦，算了。那只不要了，不要那只了。看我过来这边还发现一只小水母呢，在这里不能来不能去，游来游去的。这个有点小，像过一段时间这种水母啊就会长得特别的大，比这个大很多。这只咱就不要了，看后面涨潮了。那今天就收获这些了吧，那我就先回家了，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